哇 ，nice， 打中间的胖胖，一、二，到我了，去吧。然后这边第一间，火主秘技，然后进。然后我的清缺速度会在第一个，所以我这边开始抓牌，可以抓四次到五次，五次。士兵出发了，哇 ，nice， 自摸啊，然后打中间的这胖胖，一、二，机枪备战。那叫人，不用怕。我这边留战绩点，普攻开大。准备好释放反抗，摇摆沉沦，如何就应？好，到这边一，哎，触发了，失命啊！好，再见。好，打第二只。又有一回合 ，nice。这边要我主上个蹲先，然后用西路瓦进，因为雷弱点多嘛。好，警雀这边不用怕，我有大招了，怎样都是糊。看可以抓到士兵没有 ？Nice， 抓到士兵了。OK， 这样子我就留下来这个大招了。可以把大招丢出去，因为抓了四次蛮痛啊。我大招丢出去一些，那我再丢，这样子我下一次就可以抓牌。我把大招丢掉它，然后我再省战绩点开始，省给下一次精确再赌一把。玩精确就是一场好赌哎，各位。OK， 这样我就会有四个战绩点了。好，应该可以糊吧。好，解决。就有两回合，情绪是蛮强的，只要你运气好，真的是蛮强的情绪的表现。然后罗刹，因为我这边有一命，所以我就把它丢出去了，加在攻击力。不小心抽到电池。这边先普攻自己，上个 buff， 上个我的爱 buff，OK，、okay， 然后加上，然后战绩减速，我大招不用丢先，普攻，然后这一边呢，我可以用这个打他。我进的还是蛮多，就打他，减防。二分四就这，后悔已经迟了。三七，一下血了，等我的御孔加伤暴击，到我了，去吧 ，buff 叠满。然后我六命啊，所以可以在线这里。小希尔，敌人收心了呀！我打下一些，后悔已经迟了。战绩吧，好解决。人称小希尔，这边有三个战绩点，是牡丹一。哎呀！忘记了我的小青龙可以按战绩点加上啊，没关系啦。好，这边直接开始。我大招留着吧，等下他会要秘传会开一个圈圈，开一个呼啦圈回血。本质从未熄灭。我这边我给单行加上。然后我等一下，因为银狼还没有减他方，所以我先站住。大招我先不开先。哦，
谢谢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你们选错了对手。然后我其实可以一个大招下去给他。移动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然后把呼啦圈打掉。不过，哎呀，好像错了，我应该是补过过后才又要消失掉。没关系，继续。转技，轻一点点。如箭在弦。哇，死掉了直接，风化太难想。好，这边我想一下看，这两个没有必要的，要普攻就好了，没有必要拿真伤。这边配速要注意啦，如果带御空，你要注意配速。前面看到我经常一定是给单核，因为我控制了他的那个速度了。手到擒来。OK， 可以排得到他，还有两个点嘛，可以排到他，所以这边开战绩了。气冲云霄，风起，石子，一剑。好，解决，满心眼了。就是这样，第一间。好，影片到这边了，再见各位，拜拜。